我在微博上发我这期呢乔杉和修睿来我们新校区做客，然后就很多人就在下面给我留言说、嗯、说麻烦你去拽一拽修睿的胡子，让我们看一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麻烦你用新手拽一拽是真的假的。我怕给撕下来、就是、就是想去伪存真是意思。是、啊、有请护宝锤吧。他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哎呀，我刚贴的，你看，哎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真的，真的。今天他们二位来到我们新校林呢，当然给我们带来很多欢声笑语，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悲凉的这个气氛。怎么回事？因为我们二位去完成外景天的一些任务啊，到底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喜还是带来悲？咱们一一揭晓，好不好？这样，咱们先请两位就坐，好吗？来，有请二位，欢迎。首先我们就走入外景片，看一看今天二位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。首先来看一下乔杉的任务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兵啊。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沈阳一条非常非常繁华的商业街，其中一家非常非常繁华的商场。在这里我们布满了天罗地网无数的摄像机，把你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捕捉到，而且呢我将在监视器后边百般的刁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嘉宾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。好戏马上开始。我幼儿园那个导演我也要碰一下啊，明天现场是有那什么，有我要排个有小段子啊。你喝点啥？我给你整点啥。不喝，我真不喝。整点啥？我真不喝。哥，嗯，芒果新出来个这什么？沈阳特产。行吗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行，好喝不？你看，苦瓜汁儿。真假的？真的，这国外的，哇啊！新整的，新天特色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嗯。哎。啊啊！我去那边接个电话，你看吧。啊。哎。喂。